一直在等我吗？你知道我拍你是不是？好，我追你。你先。靠另外一只脚比较轻松啊。罗文彦，你靠上来之后，你这边想要下去，这里就被卡住了，它没有空间。对，所以你要转的幅度就变成你要用身体比较多。对，所以把手上再宽一点，不要让它打进来。我们先走。我们先走。换你先。好。
就是停。超过就是他。你现在就是继续前进，咚就倒了。就是你脚酸了，然后人就往前飞。想办法什么时候上顶一下吧。而且是不是每次过弯的时候，弯的外面肩膀放低一点？对，我刚刚在想，我就忘记这件事了。对，然后所以你脚有点转不太过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用身体的离心力完全站太紧，然后放下来脚才比较容易转。是这样吗？啊，好冷哦。嗯哼，人少。你跟着我的弯走。哦，好。好。成功了。